to stray far from today. There is nothing to have seen as we live today in so many ways. Hello, 各位，今天是星期一的早上，现在是10点多。其实今天应该要上班，但是因为今天是这个礼拜是 Christmas week， 所以就是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忙。我跟你们说，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然后我在 Amazon 上面订的那个葡萄籽去胶膏吧，就是它是专门给你要自己把那个睫毛卸下来的那个就是东西，然后我就在 Amazon 订的那个东西就到了，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昨天晚上就是反正也闲着，就是来卸一下。之后我自己卸的时候，哇靠，痛到一个不行，就是好像是我有上网看方法，但是就是第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那一家接的太实在还是什么，就是整个很难很难卸下来，就是我大概尝试了两三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那个胶有不小心碰到眼睛里面，然后就超级痛。然后但是好险是我昨天就是也有准备生理食盐水在旁边，然后就是也有用那个盐水卸妆液，就是我都有参照就是网络上面讲的，所以就是好像最后就是还好，然后就是好险全部都卸完了。因为今天我就是有点看不惯我的太素的脸，所以我今天就还是小化了一下妆。为什么我的头发就算是我昨天有洗头还是看起来这么奇怪？算了，反正我现在就是想要把头发留长的一个概念，所以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造型。好，反正 anyways， 我现在就是卸完之后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感觉有睫毛可以呼吸的感觉。我有一个朋友在 Sandro 上班，然后所以就是探班，然后原本是要陪我另外一个朋友去逛他要买东西，就他就不小心就是我也买了，那想说反正就是顺便跟大家分享我到底买哪一件。如果你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的话就会知道我是买哪一件，而且他们就是服务超好，还给我们就是可以就是那个 fitting room， 就是很大的 fitting room，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试衣服。我是买了一件外套，非常好看。当当，哎，在镜头上看起来超像黑色，但是它其实是一件深蓝色，然后毛茸茸感觉的一件外套。我会再把我试穿的那个片段放在这边，就是我有用手机拍摄，那个颜色会比较好看。但是我为什么会买它，第一点是因为这种绒毛的外套我还没有，然后再加上这个深蓝色真的很美，就是你远看会觉得好像是黑色，然后近看才会是深蓝色，再加上它的帽子非常的大，我不知道我现在穿会不会不方便，但是我试套一下，因为我里面现在是穿一个很 oversize 的那个，对，有点紧。然后它的帽子超级大，就它帽子你戴起来大概是会这样，就是超级蓬超级大，然后我就很喜欢那种大帽子类的外套，穿起来就会非常的可爱，所以我就买了它。它手感真的是太好了，我发现他们家男装比女装好看，就是我在他们家看到几件男装的大衣，然后我朋友最后买的那件大衣我觉得非常好看，就是它有一些格纹的花色非常好看，我看到一件是黄色跟蓝色的，然后我朋友看到的是红色跟蓝色的。好，对，反正 anyways 就是这大概就是我的小小的购物。这个不可以让 Loki 看到，他会觉得是同类，会想要一直抓他。好，然后再来后面就是有收到两个包裹，是一个是我在 Uniqlo 订的，还有一个是 Aricia， 我就想说现在一起来开箱给你们。 Uniqlo 这一箱还蛮简单的，我就是买一些发热的内着，好，这件不是，马上打脸自己。哦，这件是一件就是他们在打折的
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然后它大概是这样，它的领子超级长的，然后它是这样，然后它其实算是应该算是高领毛衣，然后是洋装，就是长版的，它的花色还蛮好看的，是有点拼那种白灰白灰的，就蛮好看的。底下就是一件超级无敌长版的，里面可以搭那种保暖的 leggings， 然后我冬天很喜欢这样穿，然后外面再搭，就是也可以搭我刚刚的那件大衣，或者是搭任何大衣，然后就可以很保暖。这是 Heattech 的这种 bra top 背心，就是直接有 bra 在里面，我很喜欢买这种背心，然后我基本上几乎每年我都会买，因为Heattech 它好像是一个涂层或是一个织法，但是我觉得随着一年一年的汰换或者是清洗，它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它保暖的效果会减低，所以我大概平均每两年会换一次，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你就是贴在身体穿，所以你必定是穿过一次就要洗，所以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很容易不见，所以我基本上每一年基本上都会买一两件新的。然后哦，这个也是打折，然后我就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冬天也是保暖的一个很必备，就是一件这种羽绒的马甲，然后它超级无敌轻的，这一件它就是可以那种卷起来，然后你去旅行的时候就可以那个就可以带着。像比如说像我阿公啊，我过年的时候也送了我阿公一件就是类似款的，然后像他就可以搭在他平常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夹克里面当一个内里穿，这样子他就是早上去运动的时候就可以比较可以多一层保暖，这样子。像这个，对，你也可以搭在帽T外面穿，像我现在这样搭好像也蛮合理的吼，对。但它其实 size 有点没有到很大，特别是它这个袖子这边，因为这一件 hoodie 它的袖子是有点 oversize， but 还是蛮好看的，就这样穿着也是这样子一样的。这是白色，然后刚刚那是黑色，就是每一年都会买的。然后还有这个也是我基本上也是每一年都会买，就是他们的 Heattech 的这种裤袜，因为这种 Heattech 裤袜就可以穿在刚刚那个毛衣下面，或者是你任何的洋装，然后它有一点 Heattech 的效果。然后它这一款是有一点点，你们应该看不太到，它是会有一点点小织纹的，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但是黑色。然后这个是 Heattech 的 leggings，就我各买了一个，因为刚好都在打折，所以我就是各买了一下。我最近就是莫名其妙好爱买 Aritzia， 就是我以前对这个牌子没有那么有感觉，买了一件在打折的大衣，短大衣，还有两件毛衣类的。好，先从比较哦，这一件是一件 leggings， 然后它是 TNA 的这个牌子。好舒服哦，而且好厚哦，它感觉是就是有厚度的那一种哎。然后我买的是有点花灰色，你看刚刚这个 Uniqlo 跟它的差别，就两个有点不一样。这个就是感觉是非常舒服，就是比如说现在在家里上班啊，或者是平常只是出去外面买个菜，这个超柔软，然后又有一定的厚度在，感觉现在的天气是OK 穿的。好， Loki 被我吓到，给你们看，他在这里睡觉，然后我刚刚把衣服丢在那边，他被我吓到。好，再来也是算是一件那种高领毛衣裙，就是这个灰色，然后也是高领的。我很喜欢买这种东西，但是呢它很长，它这一件应该大概可能会到我的小腿，然后它中间有附这个腰带，看有没有机会这个礼拜再穿给你们看好了，这样子看就只是看到一块布而已。然后最后呢是他们现在正在打折的一个这个焦糖色的大衣，这件大衣的型号就是什么，让我看一下，我忘记它的型号了，但是我再放在下面，反正它现在打折就是100多吧，
觉得蛮划算的，是羊毛的，它的成分是 75% 羊毛， 25% 聚酯纤维。然后因为我是被它这个颜色所吸引，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那种你如果要买那个 Max Mara 的话，第一个会入手的那种颜色，就是有点焦糖的颜色。然后我就好像衣柜都没有类似这种就是颜色的大衣，所以我就买了一件。它的手感还挺不错，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柔软，但是还 OK。 但我觉得它我那个时候特别就是注意它有没有里面有没有内里，然后它这一件是没有内里的，所以不会这么保暖。但是比如说你里面可以加这种就是自己的羽绒背心穿在里面，其实我觉得保暖度就够了。这一件就是刚刚 Uniqlo 的那件白色毛衣洋装，其实我还蛮喜欢的耶。我很喜欢它这个领口非常的 fluffy 的感觉。我现在很热，因为其实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这种圆圆的脸啊，我们比较适合的就是这种比较松松的高领，就不要是那种这样超紧的高领，就会显得脸超大。但松松的感觉就是又可以顺便修饰掉双下巴的部分，所以我比较喜欢买这种稍微有点松松然后分量有点大的高领，就是不然就是没有高领。对，然后这件我觉得它质料很舒服，它是有点厚度的毛料，然后底下配的那个 leggings 就是刚刚那个 Aricia 的那件 leggings， 真的很舒服耶， TNA 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那个 leggings， 好像不贵。对，我打算今天在家就这样穿了，非常的舒适。 Loki 你好优雅哦， Loki 我稍微搭配了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外面就可以配这种大衣，然后上面配了一个这个帽子，是之前在那个 Urban Outfitters 买的，我买了一顶红色还买了一顶白色，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可以为穿搭增添亮点。然后这样就是一个我平常出去买个菜什么的时候会这样穿，然后回家就脱掉就好了，蛮好看的。好喜欢这件大衣哦，我觉得可以穿出很大气的感觉，喜欢。今天是冬至，所以我帮自己准备了红豆汤圆，不知道要吃大汤圆或小汤圆，所以就都加了一点，看起来超好吃的，我要开吃啦。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今天工作下快做完之后，我就出去买了那个我圣诞节想要送 Jackson 跟 Kevin 的小礼物，就是那种无压力的二三十块那种礼物，然后我去买了，所以等一下要来装一下。然后我现在在快速吃一个晚餐，今天吃的是我自己做了麻油鸡，而且你知道我们家就是我以前我外婆做麻油鸡啊，都会加虾子还有蛤蜊。然后我那天意外的在超市看到真空包的小蛤蜊，我就决定我要来做麻油鸡，所以我刚刚下午就快速的做了一下麻油鸡，还行，没有到很好吃，但是就是有家里的味道。然后底下配的是千拌面，这已经是我最后一包千拌面了， so 怀念哦。因为我的鸡肉没有买到那种有带骨头的，然后所以我就用鸡胸肉跟鸡腿肉各半，没有那么道具，但是怀念家乡还是 OK 的。好想再吃千拌面哦，千拌面真的很好吃。好，那我要赶快来吃一下，然后等一下要来写个卡片包个礼物，完了之后还要剪 podcast。 趁机跟你们分享一下我都买什么礼物给他们，然后
彩文的话，我是送他一个这个，现在是包起来的状态。这个是这个牌子叫 Rituals 他们的一款扩香，我会再把图片放在旁边。然后它是一个全黑的扩香，然后摆出来就很漂亮，然后味道是属于一个比较中性调，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这个我应该就会把它直接放到袋子。而且他 Rituals 他们家的东西不贵，像这个扩香就大概好像20几块美金，所以就是不会给收到礼物的人太多压力。然后我今天去逛 Anthropology， 然后看到这些小的，这个是什么？肥皂，小肥皂，超可爱，我就买了4个。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就每一袋礼物里面就稍微放一个，就是有一种圣诞节的感觉，而且它也不贵。然后今天 Anthropology 又在打折，我是把价钱标签撕下来，对，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它就是香香的。然后送肥皂，我觉得反正就不要选香味太浓烈的，其实我觉得都还 OK 吧。我真的很不会撕这个价钱标签，不要撕喂，还行还行。Loki， 你干嘛？你不要来弄我 ，Loki。这口味竟然叫 Hot Toddy，就是我们之前在 CeleV Podcast 有做过的那个调酒的名字。喂。拍到他的饭嘴，哎，你不要拿什么就拿来吃，好哟，你好烦，哈塔迪香，然后这个是圣诞老人，然后圣诞树，这个是 gingerbread， 我觉得卡文的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那我要把它放进来这个袋子里。好，再来介绍我帮 Jackson 买的礼物。然后他很喜欢这个牌子 ，Aesop 的牌子，所以我送他了一条护手霜。他们家的东西蛮贵的，所以我就送了只有一条护手霜，想说就是让两个价钱差不多。然后他们没有附袋子，所以我就用 Anthropology 的袋子。我每次他们家的袋子我都会留下来。然后我想说，Jackson 用麋鹿好了，就是蓝色的感觉。这个是 Jackson 的。然后，我各帮他们买了卡片，因为我今年想说还可以写一下卡片。这个是给 Jackson 的卡片，这个是给凯文的卡片，超级可爱的。这个呢是说 This year I've decided I'm not going to drink anymore, not going to drink any less either. Cheers， 就很适合加克松，他那么爱调酒跟喝酒。然后凯文的是有一堆柯基宝宝的屁股，他说 Wishing your buttloads of cheer this holiday， 很可爱。那我现在要赶快来写我的卡片了，我有点紧张，因为很久没有写卡片了。我不要，我一个人 OK， I will be fine， All right， 你自己开路了。Welcome to Monday Marcy Show. Hi, 你好，我是马克。Oh, 我们两个都没有戴 earphone. Welcome to Marcy Show. Now there are men who take a different route, put on a tie and suit each day. But he don't care about their wares. He simply wants to blaze the day. RF Estate Field, we agreed sometime.In 2021, I think the same thing, because you know, not too much work going on over the holidays. Same thing for the Jira ticket via the portal API.
I think. Hello, 各位，早安。我昨天晚上呢，其实都在整理，就是我家的衣柜，因为就觉得我家衣柜明明空间很大，但是却我怎么让自己在这么丑的光线？对，这样比较好。就是，但却没有整理的很好，所以呢，我昨天就一直在整理我的衣柜。那我现在想要带大家看一下成果到底长什么样子。好，那我现在想要先从一进门这个三，就是一大排的这个衣柜开始跟你们介绍。其实这个衣柜的储物空间非常的够，那只是我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去归纳它，所以我现在刚进门一进来这边，我就是摆了一个这种鞋柜，就是一层一层可以放很多鞋子，所以我常穿的鞋子都在这里。最近可能就比较多是短靴啊，然后下面是长靴啊这样子，然后还有蓝白拖是我在家要穿的。然后呢，上面这边我摆的是购物袋跟帆布袋，就是这个去买菜的时候就随手抓，非常方便。然后这边呢就会是大衣的部分，因为现在出去都会穿大衣，所以我大衣就先放在最开门这边。那这就是我现在的大衣，然后再来这边就是风衣。那下面呢，我还有用，你们可以看到吗？就 IKEA 的那些小小箱子，装了一些可能夏天的鞋子啊，或者是一些杂物，就在那边这样。好，然后上面就是放一些我真的很少用到的东西，比如说像Loki 的猫笼，然后这个是气垫的床垫，然后这边就是比较大型的一些包包，比如说后背包啊，或者是一些包包。可是包包我就是放在上面，是因为其实也是蛮好抓取的，而且又很大件，所以我觉得蛮适合放在上面。然后这边还摆了一个这种，这是 Muji 的这种帆布的储存袋，里面是一些比较夏天型的帽子，就比较少用到，但是偶尔还是会拿下来，所以还是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再来这边的衣服就是挂一些比较短的短的保暖的外套，像是这件是 Mobile， 然后这里是 Zara， 然后这是我的皮衣，然后这是 Airspace 的，然后这边就是有牛仔外套，然后再过去就西装外套这样。对，然后下面这边因为很难够到，所以就放一些摄影设备，比方说这边有一个环灯，我很少用到，然后旁边还有网球拍跟吉他，就是一些小小的储物空间这样。好，然后再来这边呢，就是放了一个这种 Amazon 买的铁架，这个我原本是把它拆成两半，就是放在上面，但后来发现没有那么好用，所以我后来就是又把它定成这种3×2的这种格子。然后呢，底下就是放一些麦克风、投影机，还有一些摄影的设备。然后这边就是放一些比较常用到的包包，比方说这个是我之前有介绍 Uniqlo U 的啊，然后还有那个Urban Outfitters 的那个牛仔裤包等等。这边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包，再上来呢，就是最近冬天很常穿的一些毛衣，但是毛衣比较不适合吊挂，所以我就这样一卷一卷的把它收起来，然后很清楚，就是一目了然，我要拿什么就拿取。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些，这边都是比较，这三个都是高领的，我是这样分的。然后这件是新买的，还不知道放哪里，所以先堆里面。对，然后其实这两栏呢，这个就是我所有的冬天的帽子，就是毛线帽啊，一些帽子啊，比较冬天的帽子都在这里。然后这里这个就是围巾，就是下面是像是一些什么围巾啊、手套啊，就是出门的时候抓取非常的方便，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上面呢又存了一个我的行李箱，然后这个行李箱我是三个小中大全部都放在这个大的里面，就是层层叠叠。
这上面呢就是洗衣服要用的东西，那其实我就是要洗衣服的时候再把它拿下来，里面就是有比如说洗衣精啊或是洗衣袋啊一些东西齁。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些比较名贵的包包，就把它存在上面，因为我比较少用，像这个就是我的 Chanel bag，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就比较贵重的就在那边，我比较没有那么常拿，就只有真的非常重要的场合才会拿，对，就放在这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刚进门衣柜的一个整理的思绪。然后再来就是进到我房间里面的衣柜。那其实呢刚进门的时候我这边摆了几个抽屉柜，这些就是我比较常穿的一些内衣裤啊、袜子啊、保暖发热衣啊、内衣类的都会在这里。然后这个小格的就是会放我一些头箍啊、发饰，然后小的饰品、戒指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贵重的东西会在这边。然后后面这边我吊了一个就是 3M 的吊挂的东西，然后这边是放我要去洗要做 laundry 的衣服。我要去丢 laundry 的时候我就是背着这个 IKEA 的袋子，非常耐装，然后又容量非常大，大概就这样。那你平常的时候它就躲在门后，就是不会有人发现它。然后像在我的衣柜上面我会挂一些这种 3M 的，就是这种这叫什么钩子，所以你就是平常比如说你刚穿过的衣服你想要晾着，你就是可以挂在这里这样。像这边我也是有挂一个，然后也是可以挂一下你的一些搭配的思绪啊等等。然后像这个房间里面衣柜我就是比较多是用这种吊挂式的，那因为有一些衬衫类的然后比较不适合折起来，还有一些洋装，所以这边就是会掉比较多衣服。那这边就是有一些大学 T 比较薄的长袖，这个我打算再多订一个像这种可以收纳可以折的这个柜子，掉的这个分层的布柜，那我准备再订一个在这边，然后就可以折大学 T。 我觉得像这种长袖的 T 恤用折的就可以了，对。所以像我刚刚有讲到这个分层的柜我就觉得非常好用，我现在就是很 organized， 就是折我的这种厚的棉裤啊，然后 hoodie 啊都是一套一套这样折起来，就很清楚一目了然，知道我到底要穿什么比较好拿这样子。那这边刚刚有说就是裙子或者是洋装类的，然后下面我还是有摆一些这种抽屉柜，然后就是一些短裙比较少穿的裙子在这边，然后这个是哦内衣，这个是比较少穿的内衣，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这种比较薄的毛衣，因为像这种 cashmere 的毛衣也比较不适合挂，所以用这样子折好的方式放在这里，对。然后这边有一些就是还放不下的衣服，对，还要想一想怎么把它 organize。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比较杂物，比如说一些腰带啊或者是太阳眼镜啊等等，就是放在这里。然后上面呢就是我的裤类，我的下半身类都在这里，然后基本上是一个颜色的思绪齁。这边就是蓝色，然后浅色，然后黑色，所以我的黑色裤子其实很多。像这边就会比较是那种格纹啊，就是比较多那种比较活泼一点，然后这里就是比较牛仔裤，然后或者是黑色的那种紧身裤就会放在这边，所以上面是裤子，就是很好拿去。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一个饰品的收纳的衣架吧，然后它其实也是可以全部卷起来然后就是带出门这样。可是我就觉得像我这边就上面用了一个 3M 的勾勾，然后就直接这样子收纳我的饰品就是非常一目了然。像是这里就是有我一个一个的耳环，我都是用这种夹链带给它密封，就是不带就密封起来，它保存的会比较好。一个一个耳环，然后到下面之后就会开始有项链，比方说这里就是会有几个项链，我项链稍微比较少一点啦，像这个之前有人问的这种金链啊银链啊什么就是在这里。
下面两排是项链啊，我上面都是耳环，我耳环比较多。对，然后它这个其实还蛮酷的，就是它背面，它背面其实是可以吊项链的，就是它是有魔鬼粘的，但是因为我喜欢就是用密封袋把它装起来，所以就没有用这个。但是不知道可能之后再想想看还有什么更就是好用的方法可以善用后面的这个吊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现在在想的你要怎么收纳你的饰品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好用的。我是在 Amazon 上面买的，好像十几块吧。对，然后其实你不只可以挂在这边，你挂跟衣服挂在一起其实也是可以的。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衣服的收纳。我觉得其实把衣服收纳好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心情会很愉悦，就是感觉家里很干净，然后知道哪里摆在哪里，然后比较有很整齐的感觉，然后心情就会比较好，所以还不错。像我特别喜欢在这种年终的时候做一个大清扫，就是有点大扫除那种感觉，然后再清扫我的库存啊，或者清扫我的衣服的收藏啊，清扫我饰品的收藏，然后汰换断舍离，这样我很喜欢在这段时间用这个东西。Hello， 各位，就在我已经全副武装，穿上了衣服，又化好了妆的时候，我朋友突然跟我说他身体不舒服，所以要取消今天的晚餐约。所以白化了这个妆，算了，其实我也没有化得很精致啊，就是也没有化什么底妆之类的。然后给你们看 Loki 在旁边睡得超级开心。所以呢，今天晚上就变成我可能就会懒在家吧，因为反正今天外面也要下雨，然后明天凯文跟贾克松他们要来我家吃圣诞大餐，就是我们要去买一些火锅料，然后来家煮火锅这样子，所以其实明天也会蛮忙的，只是就有点失落，想说圣诞夜就是可以跟朋友出去嗨一下，但是就是他就说他身体不舒服，反正就是这样子。你们有被在前两个小时放鸟过吗？我是来这里之后，就是还从来没有被放鸟过，但是也不是放鸟啦，就是他也有跟我讲，但是就是身体不舒服能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在想说，因为我就觉得今天圣诞夜，我就想要吃一点特别的，所以我现在想说要不要叫个 Postman 或叫个 Uber， 就是我想要吃一点特别的，可是我现在又不知道叫什么。今天本来要去吃一家就是我还蛮喜欢的韩国菜，它其实是可以叫外送，还是我就直接把它 叫来家里吃。它还蛮酷的，就是它是一家外形看起来不是很显眼，然后黑黑的，然后它也不是，它在 K Town 附近，但是它不是在最主要的那条闹街，它是在另外一侧。然后其实我没有进去过，然后进去之后就是有点像酒吧这样，然后还不错。但他们现在就是我们不能 indoor dining， 所以现在就是吃 outdoor 这样。But anyway， 就是他们家好吃的就是有猪脚，然后还有 Budae Jjigae， 就是他们两个很好，就是这两个很好吃。那我就是点个猪脚啊，如何？猪脚26元，然后点个猪脚，然后就是可以配个，等一下配个影片什么吃。我点了就是猪脚，然后还点了烤肠，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他们家的烤肠，然后有一点点就是有兴趣，想说可以点点看。反正今天圣诞夜嘛，我就想说 budget 无上限，就是点。然后我家还有剩一点点一丢丢之前喝剩的白酒，然后想说等一下就可以来稍微喝一下。然后昨天剩的那个汤，等一下可以再加一点白菜，然后热一下，大概就是这样。然后
很喜欢这个口红，就是这个口红是我最近就是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擦口红了，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戴口罩，所以就是根本没有必要擦口红。但是我今天就在那边试，然后就觉得这个颜色蛮好看的，这个是这一支，就是 YSL 这种就是金管嘛，然后它是有点异状的那种，就是它擦上去很水。我现在有点不想试色，但是为了你们还是试一下。就它是很深的一个红色，哎呦，怎么会这么笨？怎么会这么笨？试在这个位置，对，这个颜色，它其实是很红，但是因为我是有点点在手上，然后再就是涂在嘴巴上，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就是它有一点偏冷色那一块，就是我嫌少的偏紫红那边的颜色。然后它有点血红偏紫红啊，它有点偏玫红那一边，就是一点点微微，但是因为它很深，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而且重点是它就是你一涂上去，薄涂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制造完全就是没有什么沾背，一点点就是些微沾，就非常优秀的表现。所以其实你擦这一支薄擦的话，戴口罩然后拆下来之后还是有一点点的颜色，还蛮喜欢的，推荐给大家。 Hello， 我又变回真实的我了。我现在穿了一件丑毛衣，这个是我的 holiday sweater， 就是我只要是有就是过节我都是穿这一件。然后这个应该是我之前在 Brooklyn 一家 vintage 店淘到的 vintage 的米奇毛衣，它是旧米奇，你们看到吗？它你看它是这种旧米奇或者是盗版米奇，还蛮 Q 的。对，然后反正我就是把唇膏卸了，因为等一下要吃饭了，然后我现在还在等我的外送。但是我竟然在圣诞夜的时候我在剪片，我在剪我的那个 Airspace 的合作影片，因为之后就要过 A copy 了。我想说这个应该就是边上班边做 YouTube 的辛酸，就是你只能趁你有空的时候剪片，然后通常都是假日，而且又加上我就是还要弄 podcast 什么，所以其实要剪的东西蛮多的。就是 podcast 常常因为时间都很长，然后我要全部听完，所以 podcast 大概都会用到2到3个小时。然后像 YouTube 这个影片，因为你要加字卡，然后我还要加字幕，所以通常都会用到5到6个小时以上，通常都一个晚上剪不完，都要2个晚上，就是你要微调啊或什么的。反正 anyways， 我等一下食物来之后，我就不会再剪片了，我就会来追个剧。最近还一直在看《欲望城市》，因为也是因为 podcast 有一个主，就是我们还有一些主题要讲，然后我想要 you know well prepared， 对，所以还在看《欲望城市》。等一下可能会找一些看有什么剧来看吧，就是比较拔辣那种可以不用动脑的剧。好的，然后这一支就是超爽快，越睡越开心。 Loki， 哎呦哦， oh， 我跟你们讲，就是今天有一个故事忘记跟你们讲，就是我还蛮害怕紧张的。因为今天我就是下午的时候我在那边开会嘛，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就是为什么房间里面有一些声音，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开会我走不开，然后结果后来呢我也不以为意，反正开完会之后我就是去吃我的午餐了。然后结果后来我下午的时候就进去房间想说整理一下衣服，我就突然踩到地上就是有一些 you know 就是一颗一颗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什么东西耶。后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Loki 应该是下午的时候在玩一包就是放在那种包裹里面的干燥剂，他应该是在玩它，然后可能把它咬破了，就是整袋破掉，然后里面那个球球就是弄出来。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担心说他会不会是把那个里面的球就是有一点要吞下去了，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吞一两颗，所以我现在还蛮紧张的。但是我想要先观察一下他的表现，因为他刚刚还有去吃东西，然后还有上厕所，所以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感觉，应该是没有吞啦。不过现在有点紧张，他就是一如往常嗜睡，也没有说特别的，就是离奇或什么的。你今天怎么可以乱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呢？啊？坏东东，而且你不会觉得他跟这个毯子超级就是融合的吗？就是感觉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Loki， 圣诞夜只有我们两个人哎，好笨哦，他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尾巴。我的晚餐，猪脚、生菜、一些酱料，还有烤肠。烤肠真的只能一个人在家吃，然后还有剩的白酒，我超爱这一罐的，买了很多次了。期待，想吃啊！拿筷子，要来吃，先吃一个烤肠。嗯，烤肠真的只能自己在家里吃哎，那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不喜欢吃烤肠，烤肠这边只有要回家吃才是最可以吃的方法。一块猪脚，然后配一个这个椒吗？然后再配一个蒜片，然后再一块猪脚去沾这个，会，这样应该可以。哇，超大一包的。嗯，其实纽约有开一家烤肠，可是那一家烤肠好像没有，我觉得没有他们家做的好吃耶，他们家烤的没有那么熟，然后这个肠是有点像比较偏粉肠那种肠子。嗯，因为送来有点冷掉了，今天很 delay 超久，可能是因为圣诞夜的关系。嗯，好好吃，好吃。哎，其实说实在啊，虽然被朋友放鸟，然后一个人过圣诞夜，听起来感觉很难过哈。但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一个人在家大吃的，就我觉得很舒压，而且也比较舒服加轻松，所以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经历是会蛮难过的，但是我其实还蛮喜欢宅在家就是看剧然后吃东西。大家早安，我在看 Eva 的首播，配我的巨大杯咖啡。我是很认真的看那种，还会回留言，看首播，很认真，很认真。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事情，就是要吃火锅。这是我前一阵子在黑五的时候在 Amazon 上面买的电磁炉，它其实还蛮就是大的，然后我摆了一个大圆扁锅嘛，就是它的厚度没有很厚，所以就是很适合做火锅。然后这个是一个海底捞的汤底，我想说今天如果去超市没有买到汤底的话，这个是备用的。然后这个电磁炉我觉得还不错，上次有在某一支 vlog 里面有试用，然后今天是正式的用它煮火锅，只是它的那个线有点短，所以还要准备延长线。想说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延长线，我的延长线是这个，它这个是这个牌子的，诶，等一下反了，Anchor 这个牌子，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球形的，就是它四面都有插座，三面，然后这边有 USB 的插座，但是我觉得 USB 有点没用到，但是总之它就是一个
长得也蛮 Q 的延长线，就是蛮喜欢的，而且同时可以充电脑，然后 iPad、手机什么的，就是还不错啦。天哪，各位，我刚化妆化到一半，发现一个奇景，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这个 Charlotte Tilbury 的粉饼已经用到见铁皮了，哎，我从来没有用过一个化妆品类的产品是用完啊，除了眉笔之外，天哪，我知道它这个容量很小，但是你们看，真的已经完全有看到铁皮了耶啊！Oh my god！ 而且我最近这么少化妆哎，天哪！准备出门买菜啦，跟 Kevin 还有 Jackson 会合。今天的 OOTD， 外面这一件是 Zara 的一件灯芯绒白色的外套，因为今天纽约没有很冷，所以我穿的比较少。里面这一件是 Airspace Plus， 之前影片有分享过的毛衣，我很喜欢。底下的这个裤子是一件窄管裤，然后应该是 made well 的，非常的舒服，就是很有弹性，然后是做这种有一些扣子的。好，那我要准备出门啦 ，OOTD。买超多。看起来都是零食，但里面还有东西、啊，超多，对，超多。我们先买了麦当劳，都是一个这个，还有，啊，有点冷掉了，要赶快吃。然后还有一些零食。可以烤一下不好吗？这个不是，那是卡片呢、欸？什么不是？你把卡片丢掉？他会用到的东西啊！哈哈哈哈哈！对啊，你不是说什么我会用到的東西？这很狠呢、欸，你就一定会用，因为你已经说你想买啦、啊哦。那还好，我真的没买。对啊，我就一直很怕你。欸、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欸，是不是？就是 Aesop 的护手霜啊。所以这个你会用到了吧？这我会用到，对嘛？因为我本来还想说要，而且你蓝色很搭配，你看两个放在一起。明天还是后天要去买的。你看，对啊，还好你没买，你先用啦，你先用。对，而且我还专门就是选了一个很可爱的卡片，就很符合你。这就是今天要喝的马提尼啊！这我不想看到第一句，我不想念。为什么？他说其实不知道要写什么，点。Merry Christmas！ 没有，我还写很多，好不好？真的要念完吗？不用了，不用了，有点害羞，不要。哎、欸，这很可爱哎、欸！你们自己选。这是凯文的礼物。两个不一样。那这一定是我这个、啊，不然他要选那个。那就你们俩。那我要选这个哦。有一个女生。哦，这是那个哲夏君，就想说你比较常买。有一个女生。就想说比较常买，所以就给你。我知道你也会用他们家的东西。哦，有一个香皂。对啊，每个人都有一个香皂啊。我是圣诞树。对啊，很搭，就是红色搭白色。你刚说蓝色搭蓝色，好像红色。红色搭白，对啊，蛮搭的吧？这个不是我包的，就跟我的袜子一样。这是他，这是Rachel， 跟我的袜子 Rachel 包的。哎、欸，真的耶！你好 festive 哦，你的袜子好 festive。我不知道那个比较吧，他那个是恭喜发财。对啊，不是是结婚的喜。它是一个 diffuser， 然后我觉得还蛮，谢谢。我觉得还蛮，就是怎么讲，它的瓶身还蛮好看的，是黑色的。而且 diffuser 我会用啊，是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很想说还要再买蜡烛嘛，我后来就选 diffuser。这个好可爱哦！这是什么、啊？就是它那个有眼罩，哎、欸，这我需要。它是有那个薰衣草味道的。这个好可爱哦。眼罩很好哎、欸，真的吗？的我没有用过。他说 the weighted blanket for your eyes， 这很实用哎、欸，我一定会用到。你可以直接在火车上面用，两个半小时，然后我就直接坐到 Florida。江江，火锅备料好了，哎、欸，脚走开。有菇、木耳、肉、火锅料，这是那个蒜。葱跟蒜，
酱料的火锅底青菜，还有这个猫肉，等一下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切片，等下切片，等下切片，等下这样切片，切片，切片，切片。这个是 Jackson 戴的帽子，应该不错，我觉得好 Q 哦，很危险的，可以不要录。我们要准备吃，很危险，火锅了，危险情人。我好喜欢这个帽子哦，还是你留下来给我。这样蛮美的。今日调酒是 Martini， 三杯，三杯鸡，三杯鸡，而且还有加，我们超专业，还有叫 Olive。我们现在要去看Rockefeller Center 的那个巨大圣诞树。你反正戴口罩也不知道是谁。戴口罩不知道是谁。然后现在有点气温有点下降，所以我穿了我的毛大衣，戴了一个帽子。太好了。Go go go！ 天哪 ，I like her outfit。哪个哪个？这好可爱哦。Hello， 各位，请原谅我现在非常的狼狈。今天是星期天晚上，然后我刚刚回旧家去把垃圾啊全部都清掉，因为我们要整个 move out， 所以今天整天就是在那边弄那些东西。然后我刚回来就拆了几个包裹，首先是这一件是很红的 Nike 的卫衣，然后它这个是燕麦色。可是我跟你说，我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抉择，就是我买的很太大了，我是买 XL， 可是它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狼。然后裤子我也有买，我站起来给你们看，裤子也是超级无敌大。它这个比较特别，就是它有一条这种中线，然后它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Nike。我觉得就是很，因为它这个是没有线的，它只是一个松紧裤头，所以就是对我来讲有一点松，就是可能一拉就会掉下去的那种。不过我在想说，我还在犹豫要不要退，因为我觉得可能下水洗过应该会缩，因为它里面是有这种刷绒的，所以我还想说，如果在就是反正在家穿或者是去运动穿，应该也还好。所以不知道还在犹豫。你们觉得应该要退吗？它确实是很大，就是如果我买 L 的话其实就差不多，但是我买的是 XL、啊、然后呢就是前几天啊，不是也不是前几天，就是圣诞节那一天 Kevin 跟 Jackson 不是来我家就是一起过圣诞嘛，然后其实我已经有送他们一人一小包的就是圣诞礼物，
没有压力的那种。可是我后来就是又在 Etsy 上面看到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想送他们，所以我就是买了三个，然后想说我们三个就是可以同一个主题，但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它其实是，我在想我要开哪一个，它其实是 AirPod 的套子，然后像我买了一个伊布的，然后这个是小火龙的，然后还有这个是，这应该是杰尼水箭龟，杰尼龟 I don't know。 然后我很爱伊布的啦，我觉得伊布很 Q， 但是你们觉得呢？因为感觉甲克松好像也喜欢伊布。哎，下曲下曲，我不知道哎，我想要先就是试用，来开试用伊布的好了，就想说给你们大家看，它其实很厚哎，它是细胶的，然后是很厚的那种细胶，超级可爱的伊布，打开超可爱的 ，Oh my god！伊布真的超可爱，然后它还有附这个，就是你可以挂在旁边，我把它挂起来看看。虽然很大一个，然后非常的定得，但是就很可爱没，就很可爱啊。然后我想要把这两个送给他们两个，就是一个人举一个人拦，很可爱耶。然后我是伊布的，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一直好可爱，对。然后呢，就是我之前就是在 Amazon 上面买了一个这么小的脚架，就是这样子手持的。然后它这个其实还不错，就是很简单，它就是可以这样子拉长，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就是定在桌子上，这样三角的，吼，就是非常简单。然后我就原本是想说它 for 现在这个相机，但是后来就觉得，哎，其实可以买一个手机的这种头，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手机的这种头，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就可以架手机啦，然后我明天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它，跟就是可以用手机去 vlog， 因为我现在换了新的那个 iPhone 12 Pro Max 嘛，然后就可以用它这样，然后就可以这样，就是它可以当一个脚架什么的，然后蛮方便的。嗯，我就想说好像可以，所以我就买了。而且之后就是不管是直播啊或什么，感觉都可以用。明天早上我跟 Jackson， 然后还有 Kevin， 我们要去一个很简单的两天一夜的一个小旅行，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要去巴尔的摩，不是很热门的一个城市，但是就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很认真的去玩过，就是对，就是没有很没有说专门去那里玩过，所以这一次就想说可以去一下。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有海港啊，然后我们就订了一个还算蛮不错的饭店吧，就想说在那边休息一下。好啦，所以这一个片段现在应该就会是这一个 vlog 的结尾，然后你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下一个 vlog， 下一个 vlog 就会是我们出去玩的 vlog，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期待一下下一周的，应该不叫纽约生活了，因为已经去到巴尔的摩，所以算是一个旅行小 vlog。 每次想这个名字都很难。好 OK， 那我们下集见啦，拜。 He doesn't call his man or make a plan. He says he's working on his craft. He doesn't know how